张馨予，我们在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，这里充斥着恐怖主义、爆炸、绑架、狙击。我在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，下一站去清真寺，因为那儿太危险了，两分钟全部身上都要搞定。这是我们车顶的偷拍利器，在摩加迪沙我们举摄像机，他们就举枪。他们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没有药品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你们是中国人？对呀。To my brother, he's dead. 我们被关在里面出不去了。只要离开旅馆，我们就一定要穿着它。如果上午有人穿着，现在已经挂了。往前走，再被砍。不知道哪儿就有枪射过来，就很有可能在街上就被击毙了。快上车走，要出事了。